知天知地知人所求，七绝堂0177号客服恭迎客官，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呢？我听说你们七绝堂消息灵通，我想问有没有什么赚钱的法子啊？好的呢金，不过问问题之前要先支付一两黄金。又金黄金？看来咱俩是同行啊。那敢问客官是做什么大生意的呢？抢钱。客官真会开玩笑。友情提示哦，这个桌子价值30文银，下手一定要轻点哦。这个够不够？够了呢亲。那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骗我？七绝堂江湖连锁，童叟无欺哦。绝不让你做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。只有六绝啊？最后一绝只有我们大老板知道哦。友情提示，您手上的物件只够再问一个问题喽亲。我要赚大钱。捉妖悬赏令，这是最亏的一单。